近来范冰冰最新杂志封面大片曝光，这次她登上国外著名杂志，向大众展示东方女性之美。照片中范冰冰身穿深 V 长裙，大秀事业线，胸前巨大的蝴蝶形装饰很有设计感，拖地的裙摆在光线的照射下流光溢彩，普通人穿上妥妥翻车现场的服装却能被她轻松驾驭。范冰冰身材火辣，以波浪卷发亮相的她更是发量惊人，女人味十足。在另一组造型照中，范冰冰穿上黑色西装，下身紧爱搭配黑色阔腿裤，她的黄金比例吸睛十足，即使穿着宽松长裤也依然能看出其逆天大长腿。一身黑衣的范冰冰虽然没有穿裙装时的妩媚动人，但她看起来更加优雅大方，透露着沉稳之美。范冰冰一直是网友公认的美人，她的长相也很符合外国人的审美。现今39岁范冰冰登国外杂志，这次范冰冰穿深 V 长裙秀事业线，身材火辣，发量惊人。更多时尚资讯，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